款呢，它有分两个尺寸，是一般尺寸跟加大尺寸。我身上穿的是加大尺寸的。那你们在购买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尺寸表，然后来做挑选。那像我这种一般穿 XL 或者是 2XL 的话，我穿加大尺寸不会到很合身，就是其实还是有宽松度在的。然后重点呢，这一款的黑色啊，它不是一垂直下来这样子的哦，它是有做一个稍微腰身的修饰。那因为它又是飞鼠袖嘛，所以其实基本上该藏的肉它也都帮你藏好了。那再来，它是异材质拼接的，这边是黑色的棉，它的棉是属于偏软，那蛮有弹性的，不会穿起来很厚重的那一种感觉。那这里呢是弹性织带，会说飞鼠袖，但是因为材质很软，所以把它贴住你的手臂，它是不会的，因为它是比较挺一点的。所以整体下来像是这样子，就非常的简单的一款洋装，然后侧面看起来也非常的简单有造型。